现在没有到哭了，他是站看做专辑真的好累。我们这张专辑从大概去年八月，然后开始筹备啊，然后找制作人，然后跟制作人，我们制作人一样是孟燕，然后跟他进行练团啊，讨论改编曲，然后一路要录音，对，然后但在练团编曲的时候，那时候我还去当兵，就等于那时候当完就是一到五当兵，然后出来之后。六日练团，然后之后练完就要马上赶回去，奔波。然后我们之所以需要一些很尴尬的讲话，然后来撑过这场面，是因为我们需要调一下效果器。好，他，顺便介绍团员好了，贝斯手云少。不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，算了，不要介绍。然后鼓手陈蔚，他们两个都是新竹人，我们是在新竹的同一个大学认识的。然后现在鼓手跟贝斯手有一间在新竹有一间乐器行，大家如果有新竹的朋友想要学贝斯、学鼓的，欢迎私讯粉丝团。然后。叫做部落乐器，部落音乐，对，部落音乐，对，如果我想学鼓、学贝斯的话，然后后面这位吉他手，他叫小燕。不过他们有些歌就是两三首，蛮多都是小燕的 idea， 然后他是台中人，对，台中人，台中主唱，对，台中主唱。像我们巡回，这是我们排了第一场台中，第二场台北，然后第三场新竹，都正好都是我们各自的强项。新竹、台中，然后我是吉他手阿叔，我是台北人，都在各自的家乡办的巡演。好，我可以讲话，结束尴尬讲话了，耶、yeah。下一首歌叫《Division》，然后没有收录在这次 EP 中。大家想要听到它被录出来的话，欢迎多多赞支持我们，它以后就有可能被录出来，耶、yeah。
谢谢。